国际节就要到啊！婚姻妇幼关怀协会是甲婚姻关怀幼青年发展协会北港吴德江做会举办金榜题名的包赞活动，分送将近4000粒的平安粽，和北港区的家扶中心甲叶光天使。同时，家扶中心嘛，带着高中要升大学的同学来到吴德江参拜武财神甲文昌帝君，希望保庇七月考试会当金榜题名。婚姻妇幼协会联同北港武德宫甲婚姻非幼青年协会，伫五日节要到进前，准备着4000粒的平安粽，要来送予北港的家扶中心、甲夜光天使班，保庇因会当金榜题名，也感谢各单位的帮忙，才会当完成即摆的活动。今年将近吼，咱这个武财神平安粽吼，将近有4000粒，啊，要来发放吼，这夜光天使同学啊，以及吼有需要啊帮助的家庭吼。啊，要来做法吼，啊，希望吼，咱这平安粽吼，啊，互这学生啊吼，啊，食了吼，啊，会当身体健康咯，啊，学业精进，金榜题名。非常感谢我们武德宫以及非常多北港在地的这些爱心妈妈们哈，啊，志工们，大家一起呢，来为这些在地的社区的孩子们来一起祈福，好，祝福他们啊顺利。平安，学业进步，金榜题名。北港家扶中心今日也带高三准备要升大学的同学来到武德宫参拜，祈求神明会当保庇同学课业进步，顺利升学。让孩子们拿了五财神所加持过的肉粽，来跟文昌帝君祈福。相信在五财神跟文昌帝君的保佑之下呢，我们的孩子一定都可以考上他们所入念的学校。受到家扶中心帮助的徐浩军同学表示，希望会使录取理想的学校，将来会来好好读册，出社会了后找到好的头路，来减轻厝内的经济负担。我参加世纪二专的大学统测，目前申请了三间有关于电机科的学校，然后希望能够录取。因为呢，因为妈妈在家里面就只能做家庭代工，因为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所以能够上理想的大学，能够帮助他，能够帮他一起减轻家里的负担。协会所举办的关怀活动，到今年也已经在当了。每一冬拢来关怀地方上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实在让人感觉是真温馨。记者江怡采访报道。